在看这期视频的小伙伴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
球鲤，黄秋鱼，黄秋鱼颜色是黄色的嘛，我们看的是黄色的，所以叫黄秋，然后它是鱼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叫黄秋鱼啊。那些死去的回忆在痛击我，好久没听到这个词。我们小的时候就叫泥鳅，这个泥鳅还可以做那个干煸的，嗯，干煸的好，干煸的好吃，干煸的那个内脏一撕就下来了，对，加上辣椒一炒，哎呀，香的要命。好了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咱们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结束了啊！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就在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。我们是哼哈兄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这玩意儿给它炸一下，做成汤还不错的。